大家好，我是海外营销中心北欧区的任婷，我现在是在立陶宛克莱佩达，然后我基本上算是自己一个人从立陶宛的最东边走到了最西边，对，这也是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。在我身后呢，是立陶宛一个大型的连锁超市，基本上走到每一个地方都会看到这个超市。值此中秋佳节之际，我在立陶宛送上我的中秋祝福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，团团圆圆，订单多多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元俊，是海外口福部的一员，现在在韩国的釜山，在异地过中秋，其实没有太多的过节氛围，而且我们的新机器马上就要到了，马上就要开始安装新机器，会比较的忙碌，所以我现在只希望能尽快尽好的将机器安装完成，开始生产。也希望在下半年的生活中，希望生活和工作当中，工作能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进步。生活上做好防护，避免被感染。同样，我也希望和我一样在海外工作的同事们做好防护，做好防护。也希望公司在下半年越来越好。今天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外营销中心北欧区吴允慧，我现在在立陶宛的考纳斯，现在考纳斯当地时间晚上8点，国内时间应该是凌晨1点钟，也因为时差的原因，跟家人联系的时间变少了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中秋即将来临，远在异国他乡的我也是思乡心切。在此呢，希望此次出差顺顺利利，带更多的订单回去，早日回国。我也拉着我们的国际友人给大家带来一段简短的祝福。中秋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海外客服部的齐阳晴，我现在在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。感谢领导给了我这次出差的机会，让我领略了异国风情。这是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节，虽然无法和家人一起团聚，但是能够更好的服务客户，得到客户的认可也是非常开心的。中秋佳节到来之际，祝愿我们公司蓬勃发展，日胜一日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幸福安康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祝大家欢乐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的客户，我现在在美国，过几天就是一年一次的春节，在此我愿所有的新年同仁给家人们朋友们中秋节快乐，也祝此公司业绩蒸蒸日上，生意兴隆。我是国内营销中心陈怀飞，现在正在去泰安的路上。中秋是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，有两种表现形式，幸福的表现叫团圆，不幸的表现叫思念。虽然我和一部分的同事很不幸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或许暂时会落下一些东西，但同时呢也会收获很多东西。在这里啊，我们更应该关心一下我们海外的同事。虽然我们不能回故乡过节，至少呢我们还在家里，而我们很多海外的同事却远在异国他乡，甚至在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被邀明月的时候，他们邀的可能是太阳。在这个时间，我觉得我们要把更多的祝福送给我们正在海外工作的同事，以及千千万万远在世界各地的同胞。中秋快乐，你们是最棒的。古人云，一轮明月照九州，万家灯火映千城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天激光华中区域李红星，在此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我现在在郑州，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回老家过节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也祝我的家人身体健康，节日快乐。在接下来第4季度的时间里，我要更好的服务
每一位客户朋友，拿出自己的专业精神去完成更多的订单，也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另外也祝公司订单滚滚，业绩蒸蒸日上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仁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天激光东北区负责人郑长浩。我目前在吉林长春，然后也是因为口罩的原因，不能回到公司总部与大家欢度中秋。然后在这个中秋来临之际，然后我代表东北区全体同事，祝福大家节日快乐，健健康康，团团圆圆。节后见。新天的同事们，大家好，月到中秋分外明，又是一年团圆日。在这中秋佳节之际，亲朋团圆之日，新天公司为您及家人送上对诚挚的祝福，祝中秋愉快，事业家庭圆圆满满。当下疫情仍然存在，时刻注意安全，三天中秋节日游玩肯定辛苦，多多休息养精神，迎接新的工作天。